嗨，大家好，我是豆点，一个上海滩上的顶级名媛，漂亮多金，阅人无数，却被一个又瘦又小的穷小子骗了两次自杀未遂。屏幕前如果有2016年、2017年在上海混圈的朋友，这个事情应该是如雷贯耳。更夸张的是，东窗事发，骗子被抓，咱们的女主是出钱出力帮他请律师还欠款，还舔着脸去找其他的跟自己一样的受害者求人家签订谅解书。如果你知道事情的原委，你就知道这个女生绝对不是简单的恋爱脑，这个骗子用的也并不是我们常说的 PUA。 她的手段在千古禁书《鲁班经》中有过详细的记载，被称为落卦法。此法在《鲁班经》被禁之后，被后人悄悄地收录在了《千门八将72地局》中，取名为佛手局。故事开讲之前，首先呢要先了解这两个字的来源。话说当年如来佛祖悄悄地翻动手掌，就把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呢压在了五行山下500年。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他还能让孙悟空出来之后呢不作不闹，老老实实地去取经。这就是佛手局的由来。这个故事象征着佛手局的力量，通过降威的方式解决看似复杂的问题。而落卦法解释得更为直接，落指的是降落，卦指的是卦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维度。那么落卦就是降威的意思，那下面的故事你就好懂了。2016年、2017年那会儿，上海混圈的整体氛围呢非常的浮躁，人们疯狂地追逐着财富和地位，随便一个人呀不是创一代就是富二代，每个都是上亿身价，都不敢跟人家打招呼。再穷的人出门至少也是保时捷起步，不管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租的还是买的，假名媛、假富豪、假老板是满天飞。大家都知道金钱财富呀，在面对年轻美貌的时候那是降维打击。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降维打击财富吗？我告诉你，是权力。故事的男主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身份，不是什么神秘的富豪富二代，而是某落马高官遗留在海外的亲儿子，回国呢打算子承父业，收复失地。关键人还改了个一模一样的名字，换了身份证，还弄了一大堆假证件假资料，就靠着编造出来的假身份，一回国就吸引了一大堆想要借机发财的追随者，而且个个实力不俗，是鞍前马后出钱出力。刚才说了，权力面对金钱那是妥妥的降维打击，玩到后面甚至勾搭了一些心怀不轨的境外组织。说到这儿呀，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些人难道傻吗？都不调查一下他的真实身份就跟风起哄。我问你，韩信傻吗？诸葛亮傻吗？五虎上将他们都傻吗？他们为何不去调查一下刘邦斩白蛇、刘备汉皇后裔的身份是真是假就跟着卖命？其实呀，真的假的根本不重要，关键在于利用这些虚无的真相名正言顺地争夺资源占据地盘就好了。只要大部分人相信他是真实的，那么他便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故事的女主这位名媛小姐姐呢，就是这个时候认识这个骗子的。这种幕后终极大 boss 的人设谁受得了呀？而且还年轻有为，温文尔雅，给人一种手眼通天的感觉，这是之前那些暴发户土财主身上完全没有的体验，分分钟自己就掉进去了，无法自拔，所以才有了后续的一系列故事。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这里不方便细说，有些地方大家自行脑补。据说最后判的还挺严重的，不知道是死缓还是死刑。自古呀，但凡精通落卦法的大多不得善终，这也是我称之为魔道的原因。落卦法开篇第一句，通此术者，鳏寡孤独残，必居其一。但又不得不说，扛着走火入魔的风险，换来的是足以改变命运、改变世界的能力。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他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凭借着一己之力发明了图灵机，破译了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可以说凭借一己之力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了2年结束，拯救了无数人，结果却因为图灵的同性恋倾向而遭受到迫害，使他被呢化学阉割，职业生涯尽毁，最后呢吃毒苹果自杀了。苹果手机的 logo 为什么缺了一块，就是出自这里。交流电之父尼古拉·特斯拉孤独终老，一个人死在了郊外的小旅馆里。史蒂芬·霍金半生与《论语》为伴，牛顿晚年呢被人认为是疯子，同样无儿无女，孤独终老。就连爱因斯坦出生的三个孩子，一个是精神分裂，另一个据说有遗传病。
他们都是在过度探索高危世界的这个过程中被其反噬了。鳏寡孤独残，一一应验，这便是佛手局。在商业领域，如果运用得当，佛手局可以产生巨大的爆发力。此局的做局逻辑就是通过探索高危的方法，降危解决低危的问题。不管是用权力吸取财富，用位置解决关系，还是用物理定理突破概率极限，又或者用宇宙规律突破物理的极限，言尽于此，各位自行体会。当然，有了佛手局，那么一定就有佛脚局，和你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啊。这个局不是教你怎么临时抱佛脚，而是告诉你怎么在关键的时刻成为别人的佛脚，变成别人眼中的救命稻草，简单易懂，方便操作。相比之下呀，我觉得佛脚局更适合咱们普通人，毕竟佛手局被称为魔道，弄不好就走火入魔了，而佛脚局充其量只是敛财的旁门左道而已。有朋友留言呢，说让我说说致富局，那么下期的视频咱们就来聊聊千门七十二地局中一个快速敛财致富的地局，叫做佛脚局。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的频道是在每周一周五早上的9点更新，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